如果希望看到答题记录之类的话，都到卡户这边，选择指派，设定期限，然后这边有一些选项，然后按建立，这样的话就可以分享这个 QR code 或是网址，让他们加入这个卡户里面。那我们也可以自己玩这个。我们首先先输入一个昵称，答完题之后就可以看到结果，然后呢，我们在游戏端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记录，